十大神农哎，养鱼养到这样神农奖等级，就是虱目鱼啦哈。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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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第一滴金粉，这个鱼已经很厉害，是用水喝法去熬煮的，这样每一包里面就是用，听说里面用七条嘛。 六到七条的鱼龙骨去熬煮的，纯粹的鱼香味，很顺口，很天然，冰冰的更好喝，冰凉的。有一个叫做生物链的养殖法哦，把大海复制到我的养殖场，这种方式对土地是最友善的，是用热水加热水加热，哦，这样正常一包就好，这样下去营养跟鲜味都有了，哦，好香哦。 然后加在任何料理都可以加，神农级的虱目鱼精华哈，营养美味，几百分。